喂，爸爸。喂，弟弟。什么事？就是你要不要来我家看我做的？好啊，我来你家看你做的。你做了什么？蒸汽火车跟高铁。这两个是你自己做的？很棒，你要不要再做一台给爸爸看？爸爸看你怎么做好不好？做一台这个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好厉害哦。先用方块。对。先用三个轮子不见了，没有轮子的、哦。嗯，我帮你找好不好？因为这里有一个给你，还有另一个里面的。嗯，你从里面去挖吧。还有这里的，有三个轮子。我发现你真的好会玩积木哦，爸爸都没有教你就自己会组了。蒸汽火车。对啊，你真的很有想象力耶。一个很长的灯，比如说像这个。好。那再来嘞。再吧。方块，吼吼，你真的好厉害，自己设计简简单单的蒸汽火车。我觉得这个超级简单。是啊。好，不过它。缺少烟囱了，你还有烟囱的材料吗？没有，没烟的了。是哦。嗯。不然你就用这个代替吧。用一根这个代替，或者是那个蓝色那个短的代替啊。这个、红色这个也可以，对啊。我是怎么的？好吧。对。噔噔，完成了。好吧，看到了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给你个赞。谢谢。